这是就是说一幢一幢的这种日本叫做一户建的房子的那个基础施工部分。现在它的基础呢，是一般的情况下都是用这种钢筋混凝土做基础。你看，这是那个已经是捆绑好的钢筋，然后这是上面浇的那个混凝土。然后这上面伸出来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钢筋的螺丝的这个部分，它是要和就是说柱子啊梁啊相连接的部分。这个是这个木头是就是说浇制钢筋混凝土时用的模具板，把那个混凝土浇聚以后，然后等它干了以后，会把这个模板给拆掉，这个木的模板。它的这个厕所，这个简易厕所它是和这个下水道是相连的，然后跟下水道连了，然后在施工现场一般都会放置这种简易厕所。这种厕所大部分是用塑料做成的，所以呢，它就是说很好搬运到工地上去，而且也比较好组装，就是用下面两个螺丝把它固定就行了，然后这个拆和装都是很方便的。你看，这里就是用螺丝把它接起来就行了。